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要搬到朱家湾村去的这件事情不可能。你们签约了，入住了。如果和村民有矛盾，那我们慢慢的解决。但是想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去，不行。这件事情我说清楚了吧？那这件事情就说到这里为止。再见。哎，曹村长，曹村长，咱们再好好聊聊，曹村长。哎，曹村长，曹村长。 咱们好好聊聊，行不行啊？你先听我们说呗。你们别跟着我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没有什么好聊的了啊。不是，曹村长，你才通融通融的。就是，我们这大老远的都来了。就是啊，你再说这苹果你都收了。我买了几斤梨，回头给你拿几个尝尝。不是，那倒行，但是你这么快就否了，你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就是。是啊，别跟我磨了啊，回去好好商量一下。 搬到下湾村去的事情啊，不是，曹镇长，人家哎，曹镇长，曹镇长，完了，这就把咱俩打发了？风水先生是你找的啊，150块钱是我付的，你现在。 这笔投资算是打水漂了。哎呀，这件事没完呢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没完还能怎么办呢？来，付款把你扫一下。哎，去去去去去，付什么款？磨。啊？什么磨？跟他磨，只要他不同意咱们的条件，咱们就一直跟他磨，磨到他同意为止。 跑我钱头去了！哎，这不是表达我们异地搬迁的迫切心情吗？这件事情你们就别想了，不行，这是有国家政策的。不是，那你国家政策你也得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啊！你把我们的事儿拿到县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一下，没准就特批了呢。你俩懂得还挺多啊，还县委常委会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政府机关，您不许瞎闹，赶紧回去。 完了，这招不好使啊！这也不让进去闹，怎么办？政府机关是不能进去。没事儿，咱们换个地方。镇长，镇长，怎么了？下完村那边又出事儿了。刚才李正书记来电话，说据村民反映，今天又有3家搬迁户搬走了。搬到哪儿去了？ 金刚台山上老村，都谁搬了？吴永新一家、吴永祥一家，还有刘康家。你说说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好不容易都搬下来了，3-4天的时间又都搬回去了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一共搬回去几家呀？一共12户村民，现在搬回去6户了。 婶儿也是，怎么这么胆小啊？那些要债的来就来，你们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他们能怎么样啊？我妈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？这些年我爸不在家，那家里所有事都是他一个人扛着的。那些要债的总来找麻烦，这我倒挺能理解他的。那关键你爸不也不愿意住那儿吗？那李思远那些人在村里，你爸就别扭。 这说起来啊，我也算是忍辱负重了。李思远的儿子是我的顶头上司啊，我天天还得看他脸色。我，姐，这可是两码事儿啊。工作归工作，我们不用跟老辈人掺和在一起。那我也觉得别扭啊，这刚在下湾村踏实的几天，又得搬回山里住了，多不方便啊。
哎，我们就现在宿舍凑合一阵子吧，等我把这事解决了，到时候我们就都能搬到新家。嫂子，永祥大哥，你们这么弄，让我们太被动了。你说我们在山下给你们做那么好的房子，你们自己搬回来了，给国家资源造成多大浪费呀！你们再看看这旧房子，它不安全呐。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太好，但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你说这些年永新在外面躲债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最怕的就是讨债的上门。 那时候我只要听到村口有汽车声，我这心里头都突突。你说这好不容易，他们折腾累了，嫌道远不来了，我们要到山下去住，这不等于就在人家眼皮子底下？那我们还有安置日子过吗？嫂子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谁不愿意整天被要债的人骚扰？不过。 请你们相信政府，我们有能力保护你们。曹镇长，你马上落实，叫派出所派人专门负责这件事情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找派出所找我们，我们会派人保护你们。沈县长，话是这么说，我们也相信政府会保护我们。 可要债的人啊，有时候政府拿他们也没办法呀。人家来要债，往你家一坐，不打你不骂你，他不走了，你什么事儿也干不了，哪儿也去不成。怎么办？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也拿他们没办法呀。确实是这样。其实吧。 你说那些要债的人，他们也特别可怜，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全家老小就指着这点钱，就是拿不到手。你说让他们怎么办？我有的时候看见他们吧，我这心里头也特别难受，但是我也没办法呀。你说我也没办法，要怪就怪那个，黎三菱。对，要怪就怪黎三菱。 你说他卷着钱跑了，害得我们家永兴到现在都回不了家。嫂子，这是两件事情，咱们现在说的是搬迁的问题。这样，既然搬回来了，就先住下。面对乡亲们提出的具体困难，沈彤倒是在第一时间冷静了下来，深深的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，脱贫攻坚。 虽然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阶段，可是如果不能解决乡亲们的具体困难，叫他们安心舒心的搬下山，那其实是扶贫干部最大的失职，也是他这位县长绝不允许发生的事情。吴轩。 我给你写了封信，你空空看看吧。兄，喝杯酒吧，天凉了，喝杯酒，暖和暖和。哎，哎。
村子里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吗？这个建民和刘超啊，另选地方，就叫政府帮助安置。这沈县长和陶镇长也到村子里来了，这下面啊，讨论的挺热闹。你放心，我跟老伴儿都商量好了，我们不搬，我们就在这儿陪着你，啊！哎，哎，再来一杯，嗯。领导，你刚才就不应该打断我，也许我多说两句他们就能回心转意了呢。回去之后具体问题没解决怎么办？你让老百姓怎么办？不是嘴上光说说解决问题就行了，必须要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。袁建明、刘超他们是想安置到其他的村子，周书红是害怕讨债的，杜老汉他是要等他的儿子，这一件一件的都要解决了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了？我们这是扶贫，不是群众调解室。一件一件的办，你嘴上说说呀。扶贫不光是让老百姓致富，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，必须要彻底的解决，这才叫扶贫。马上要小灾落实工人，这六户谁家房子不行了，该加固加固，该整修整修，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。你把房子修好了，让他们一直住在山上啊？哪怕住一天，也要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哎呀，沈县长，沈县长，哎，曹镇长。哎，杜大爷啊，您这是，啊，没事儿，我四处转转，这山里人闲不住。杜大爷，您放心，您这儿子我们已经是在找了，找到您儿子，一定第一时间给您带回来，到时候，你们爷俩，一块搬到山下的新房去。啊，好，哎，行，你忙着啊，我走了。那句话，再难解决的问题，我们也得办。明白。傻笑什么呀？今儿早晨，周书红、吴永祥两家搬回到金刚台老村去了。哎，特别逗的是，他们村的那个党员刘康，也跟着搬回去。刘康也回去了。哎，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当然可靠。怎么回事？是他们村的那个书记李正向我汇报的。十二村民一下子搬回去六户，这就是他们扶贫工作重大失误。这一下搬回去一半，沈腾什么反应？沈腾跑山上去了，给做工作去了，啥也没做成又下来了。哎呀，让那谁，让小蔡，就找几个工人，给他们修修他们的破房子。修房子？那房子还能住吗？说沈腾这个书呆子是不是书读傻了呀？院长，你跟上面联系一下啊，不知道上面的检查组什么时候到咱们县。我现在盼星星盼月亮的，就是盼这个检查组赶紧到。是啊，我联系一下，问一下啊。慢点啊。好，彭总，我们好，再见，再见。Hello， 大美女，你干嘛呢？这么半天才接电话？哎，我睡着了。这刚几点钟啊？你就睡着了？
你现在已经成功步入了老年人的作息了。去你的啊，我今天跑了一天快累死了，后来碰到两个捣乱的，我戴着耳机听音乐，就听着听着睡着了。哟，谁敢跟我们曹大镇长捣乱啊？说出来我去收拾他去。你行了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吧，你不给我添乱，你就已经阿弥陀佛了。说正经的，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啊。约什么饭呀？哎呀，知道你忙，明天中午金家寨镇灰娘厨房咱们一起吃个饭。哎呀，明天中午没时间陪你吃饭。哎呀，一个小时就行了。那先说好了，我可真没有多少时间陪你啊。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中午见，你继续睡吧。搞定，约好了，明天中午12点金家寨镇灰娘厨房一起吃饭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这不乱点鸳鸯谱吗？你这样让我这么一个大龄单身李以南情何以堪？你怎么那么啰嗦？给你介绍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师姐那当年在我们学校可是团委书记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特别能干。你要是能把她娶回家了，是你小子这辈子的福气。行行行啊，就算你说的都对啊，可问题的关键是，人家看得上我吗？李毅，哎呀，咱别那么封建行吗？李毅怎么了？你现在不是单身啊，再说了，你们又没孩子，你这叫放下包袱重新开始，谁还不让你重新追求新生活了？哎，我说，说了半天，我这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，你明天到底去不去？要不你再让我看看那照片呗。长得可漂亮了，你看，可好看了，本人更好看。哎呀，蒋小姐啊，你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有完啊！只要曹镇长答应我们，帮助我们安置到朱家湾村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曹镇长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算骚扰干部知道吗？都几点钟了，你们还不回去？你们不累我还累呢，求求你们了，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曹镇长，挂。哎，你别跟他视频了，直接给他打电话。直接关机了，那咱们进去接着吵。不是你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我觉得曹镇长说的也有道理，你这么晚了咱们还唱歌，那就是扰民了。你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！你一旦警察来把咱抓走，不值当了。哦，那咱回去。哎呀，你等会儿啊！你都这么晚了，你回哪儿去啊？你这会儿往回走，到家都后半夜了，咱明天不还得继续过来闹呢吗？那你不回去，咱们住哪儿啊？估计这附近能有那种廉价的小旅馆，要不然咱找个地方将就一晚上吧。我没问题啊，你兜里有钱就行。风水先生那150谁掏的？我呀。谁？你。我掏的吧？啊，旅馆费应该谁掏啊？你呀。不是袁建民，我发现你是一毛不拔呀！我现在我这微信里总共还剩8.5毛，我连想渴了买瓶水的钱都没有了。行行行行行了，看花你那点钱，哎呀，感觉跟割你一块肉似的。资金不宽裕是吧？我有办法呀！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啊。
金刚台山六户贫困户重新搬回到了山上，这对于整个正阳县脱贫攻坚来说是一件严重的事件。沈彤县长连夜向郑书记做了汇报。在沈彤的心里，郑书记不仅仅是自己的老领导，更像是一位极富耐心、谆谆教导的老师、兄长，总是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指点迷津，给自己力量。郑书记耐心地听取了沈彤的汇报，了解了吴家村乡亲们的具体困难，并且在第一时间针对异地搬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。哦，我清楚了，主要是这么五个问题。那你现在找到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吗？我刚接手这个工作，这些问题都很复杂，一家一家的理清思路，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。我想这个问题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耐心的做群众的工作。那么如何做群众的工作？我们党有优良的传统，就是我的老领导，我的上级啊，曾经告诉我，急百姓之所急，想百姓之所想。与百姓呢，吃在一口锅里，睡在一张炕上，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想问题，心里装着百姓的利益，也就是说将心比己呀。有这么一句老话呀，叫吃百姓饭，穿百姓衣，莫以百姓好欺，自己也是百姓，无论你当多大的官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里面永远是老百姓，这个宗旨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有了这个，我想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你就找到根儿了，你那个思路就一定会打开。我这么说不知道对你有所帮助吗？吃百姓饭，穿百姓衣，不以百姓好欺。慢点吃，锅里还有呢。我再给你盛一碗啊。吃饱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在工地上，我跟那个工头吵架了，不干了。你倔脾气又犯了，跟人家吵什么架呀？最近讨债那帮人又来过吗？五月份的时候他们来过一次，好像听到风声说你回来了，带人把整个村子都围了，在咱们家整整闹了一天，晚上才走的。静静人呢？静静怎么样？静静啊，都大学毕业了，啊，还拍了毕业照呢，我去给你拿去。终于有大学生了，怎么瘦了？你看他穿这个衣服，戴这个帽子多漂亮啊！哎呀，我要是能亲眼看见这些该多好啊！都怪我这个爸爸不争气。刘鑫，我跟你说啊，静静啊，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到城里去找工作，她直接就回村子里了，
说是要帮衬我。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儿啊，是不是？啊？星星现在她干什么工作啊？现在呀，静静在镇上的一家餐馆工作，一个月能收入2000多块钱，还管吃管住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叫什么玛丽伦的外国同学到咱们家来了，啊，这两天静静带着他到镇上去住去了。咱们家的钱不够花吧？这个月我还了一部分债，这是我带给你和静静的。不用，留着还债吧。即使每个月都有乡亲们来接济，有的时候300，有的时候500。再加上卖茶的钱，我们这么多年也都过来了。永新，你可要记着啊，等咱们家日子好过了，咱得记着还乡亲们这个情啊。你受苦了。姐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你干什么？有人给我写了封信。谁给你写信了？还能有谁啊？那个李敢峰呗。他为什么给你写信啊？他跟我表明态度啊，说什么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两国战争都能放下矛盾和平谈判，更别说一个餐馆里的同事了。你自己看吧。哎呀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笑这个李敢峰，这和解信让他写的跟情书一样。你看，这只小兔子，这有一只小鹿。他到什么呢？什么情书啊？这可是正式的外交谈判，关系到我俩的关系呢。对对对，这应该是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哎，姐，昨天美艳姐把我叫出去了，给我一通审，然后就出去找你了。我都没想到你能跟她回来。我这回来是回来了。可是啊，我现在看见他，我就想起他爸李思远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人家现在信也给你写了，也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让人家干嘛呢？你觉得一封信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了？你也太小瞧你姐了吧。我决定了，不理他，继续晾着他，我让他知道啊，咱们吴家村的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行。那我支持你，哎，姐，我先走了啊。玛丽伦被我安排到镇上民宿，我赶紧去看看。哦，行了，那你去吧。好。喝点茶吧。还有件大事要跟你说呢。好喝。什么事啊？村里搞异地搬迁，咱们要住新房了。搬到什么地方去？镇上统一安排，搬到下湾村。其实啊，前些日子下大雨，我们都已经搬下去了。那怎么又搬回来了？我到那儿一看，不行啊。那个地方离镇上太近，他们抬脚就能到。我们要真是搬下去，那他们还不得天天来呀？
你这么做是对的，小心点好。还是住在山上面踏实。我大哥呢？大哥也回来了，他跟李思远他们不是闹矛盾打过架吗？李思远他们也住到下湾村了。大哥觉得住在那儿别扭，就回来了。那新房子盖得怎么样？你想啊，国家花那么多钱盖房子，盖得可漂亮了。就是我们住着不踏实，也不敢搬。其实我这心里挺别扭的。累了吧？今天就别走了。不走了，明天再走。那我去打点水，你洗洗，然后躺在床上，我陪着你接着聊啊。不洗了，我就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睡吧。不脱衣服多别扭啊！看你这一身的土。我是有点怕啊，我怕那帮小子听到什么风声来堵我，我好随时可以跑啊。慢点。哎，今天这是第几趟了？三趟了。哎呦，都三趟了。慢点啊。住手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金刚台啊，山好空气好，就是这用水太不方便了。哎呀，这一天呐，弄这么几趟水呀，搞得我腰直疼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慢着啊。哎，好嘞。真是太不方便了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行，回见啊。好嘞，哎。先说啊，啊，你们家袁建民呢？怎么看不见他帮你干活啊？他跟刘超他们俩又下山找房子去了。又下山了？能行吗这事儿？行不行的，我也管不了他呀。他愿意折腾就折腾去吧。你们家建民也是主意大。他那哪是主意啊？他那是馊主意。他那有什么好主意？刘超，醒！哎呦我的建民啊，震得我这心里直突突啊！不是这帮老娘们成精了是吧？你不让人睡个好觉？不是你，哎，咱换个地方再眯会儿吧。啊，你眯你个鬼呀！咱找地儿吃饭去。不是吃饭我可没钱了啊！哎，我微信里就剩8.5毛了。回去以后，咱们吃个饭再讨论。哎，曹镇长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啊。啊，就一分钟啊。您说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检查组马上就到了，这个金刚南山搬回去那个六户村民的事，赶快得解决呀。是，您有什么想法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我看就强行把他们搬下山，安置好了，以后的工作再慢慢做呗。那万一激化了矛盾怎么办？咱们是政府啊，咱们怕矛盾吗？走司法程序，有公检法呢。现在上级的指示是急归急，但是群众的工作要做好做细，不能说为了完成任务就不顾群众的利益了。你没懂我的意思，你说检查组来了，这些人都成钉子户了，在郑书记面前咱们没法交代呀，对你这个镇长也不利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现在哪顾得上想这些呀，把群众的事情解决完了再说吧。走了。嘛呀？吃饭。
思远大哥，思远大哥，大哥，忙着呢。哎呀，曹镇长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行，这地方脏啊，到我家去吧。不了，这灵芝长得这么好呢，多厚实呀！今年的灵芝长得是非常好啊，包子粉也都丰收了，太棒了。还行。我呢，过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这金刚台上的乡亲们不是搬下来了吗？也开始种灵芝了。他们刚上手，手生，我就在想呢，你们能不能帮帮他们，让他们一起把这灵芝也种好了。这没问题，您是镇长，您都发话了，我们一定照办。这不是那丫头那车吗？丫头在里边忙着呢。真够鬼的，整天跟咱们说忙，就是不给咱俩解决问题。她倒好，跑到李思远的灵芝棚里，你还有说有笑的，这不是偏想吗？是真不把咱们吴家村的事儿当事儿。要我说算了，咱先回去吧，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呀？没办法了。就我说，咱们就得好好收拾收拾这丫头，给她点颜色看看。怎么收拾？思远大哥，我知道啊，你们和这吴家村袁建明他们这矛盾好多年了，可这都过去了，啊，现在的政策是共同致富，一起奔小康。咱们能不能大度一点，让这件事情就过去？这得和平相处，邻里和睦，和气生财啊。那这样吧，只要他们同意，我呢？没意见。什么叫没意见呀？这事儿能不能过去？行，过去了。你看看我思远大哥这气度。是。放心，他们那边的工作我去做，你看行吗？好，我看行。行。那拜托您的事情，您多费心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哎，你放心吧。行了，走了。那个。我说镇长，哎，这马上到饭点了，咱们上我家吃口饭去吧。对，有饭局了，有饭局了，和我闺蜜。这一天挺忙的。哎呦，这不是忙里偷个闲吗？哎呀，行了，走了。好嘞，慢点儿，哎，慢点啊。曹镇长，这人呢，是真不错。总比那徐福瑞强啊，那强太多了。走吧，咱俩赶紧吃口饭去吧，一会儿回来还得干活呢。走。多少门窗关不住。
飘。